第三种是无色癌细胞高效灭杀实验，开始。这是癌细胞已经活跃状态。血滴二超级靶向药物，成功开启精确基因组编辑。基因病毒计划T细胞顺利生成，T细胞开始针对癌细胞的清除。十年努力，成功癌再次的一举，一旦试验成功，那也就意味着人类将彻底战胜癌症。成功了，癌细胞被彻底清除了，副教授。 超级靶向要注射半个小时，癌细胞与全面死亡，这真的是医学史上的奇迹。全世界每年将近有500万人罹患癌症，您的研究将会让这些患者重获新生。有这样的成就，您将会成为这个世纪医学领域最闪耀的人物。妈，您在天之灵。 听得到吗？我成功了！可惜是成功晚了一步。如果早来50年，癌症是不可能把你从我身边带走的。妈！妈！妈！ 穿越回50年前了，这个时候我还活着，我还有时间，我能救他。 能让我治疗癌症的特效药提前50年问世。妈，哎呀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在学校里面被人欺负了吗？让我看看，哎呦，你很粗了。没事吗？ 就是想你了，有点激动。2个月，您的肠出胰腺癌晚期，住院化疗6个月后与世长辞，我成了没有妈妈的孩子。上一世我无能为力，但这一世我会让你健康平安，长命百岁。没事，那吃饭吧啊！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鱼香肉丝。嗯，刚才是最关键的事情，吃点好的，注意营养。来来来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准备笑话了啊！ 成功了，C65超级靶向药提前了50年诞生，这才是真正的癌症科学。妈，今天是高考的日子，也是您上一世生命中最后一天。上一次，我选择了高考。 没能看到您最后一面，这一世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。翠兰，真的不通知校长了，这很可能是最后一面了。妈，今天是他高考的日子，我要有我那么大的前途。可孩子，我怕他抱憾终身啊。 顾家的希望，我已经打电话给陈老师，他答应我，定会护送小程准时参加高考。陈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当然是送你去考场了。以你的才华，在这次高考中一定可以大杀四方。 而且林婶这一次的高考理科状元非你莫属。乔老师，我已经决定放弃高考，去医院救我。你疯了！
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。陈老师，我明年再考依然能拿理科状元，但失去我妈，我也很正生啊。小程，站住！你知不知道你母亲对你寄予了多大的厚望？她宁愿牺牲自己，也不愿意耽误你的前程。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？陈老师，高考错过，我明年可以继续再考，但我妈，我只有一个。 妈，妈，小程，你在这干什么？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在高考的考场上面吗？你要让什么酒吗？那高考呢？高考怎么办？我已经放弃考试了，考试哪有我妈重要？胡说八道！高考这种事情，岂能当儿戏？你现在马上滚回考场去！别生气。 你就不该寄予消失？你想来晚期，你就归咎了。不要在我这里浪费时间。妈，我这次来就是因为我已经研制出了可以治愈癌症的特效药，有我在，您就绝对不会死。特效药？这根本不可能嘛！癌症是世纪绝症，整个医学界都束手无策。 一个高中生怎么可能解决这种世纪难题啊？儿子，癌症晚期就是神仙来了，也救不了。妈，这是我研制出的超级靶向药，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定向杀死所有的癌细胞。儿子，这可是高考状元的名字，就是因为我耽误了你的前程，我就是死，是不会瞑目的。 妈，你不用药，我绝不走。这孩子在干什么？谁让你给病人私自用药的？ 你到底给病人注射了什么东西？赶紧说实话，现在说你还来得及。 C62型超级靶向药，它可以在17分钟之内快速的消灭我妈身体里面所有的癌细胞。放屁！17分钟彻底清除癌细胞，你在做梦吗？天底下根本就没有这种灵丹妙药。以前是没有，但现在有了。全程都是我自主研发的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有医学知识，还自主研发，你也配提这四个字？我知道你是一片孝心。 想救你的母亲，但是你这个愚蠢的行为完全是害了她。病人的身体情况已经很糟糕了，你胡乱注射药物只会导致身体更加衰竭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已经不想再跟你废话了，病人已经进入昏迷状态，一刻都耽误不了。请你立刻离开，不要耽误我们的工作。不是，准备抢救。是，完全没有抢救的必要。 C62型超级靶向药在进入人体之后，会迅速锁定胰腺位置的癌细胞。 对其进行基因编辑，改写原癌基因，强化逆癌基因，从而在根本上杀灭所有的癌细胞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人体会进入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，所以会导致一段时间的沉迷。请你不要影响我们工作，你所谓的超级靶向药就是个笑话，根本不可能成为治疗胰腺癌的特效药。不仅仅是针对胰腺癌，而是针对这世界上所有的癌细胞。 任何癌细胞都绝不可能在C62型超级靶向药的攻击下存活。相信我，我相信你。你今年几岁？现在18岁。你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不要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。你知道拥有癌症特效药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人类终于可以摆脱癌症的困扰。 意味着人类终于可以像战胜天花病毒那样战胜癌症，这将是人类医学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如果真的能有人研制出治疗癌症的特效药，那千万患者将会重获新生，人均寿命将会上涨，也将会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步啊！而且世界上所有的顶级医科院校都会将发明者升出橄榄枝，柳叶刀、自然、生物。
这些顶尖科研杂志都将用头版头条报道这一成果，还有斯德哥尔摩氏症厅也会发来贺电，并且颁发诺贝尔奖。到那个时候，就不是他与诺贝尔奖的荣，而是诺贝尔奖以他为荣。那现在这个伟大的发明就已经摆在你面前了。哼，我看他是有臆想症吧？闭嘴！你也配？一个世纪以来。 多少医学家呕心沥血、前赴后继，都没有找到战胜癌症的方法。你一个小屁孩，何德何能去胜过那些无数的医学巨匠？啊 ，C62型超级，你根本就不明白医学研究到底有多么艰难。不是你在这里凭空想象、大放厥词，请你立刻离开，不要影响我的工作。如果出了任何问题，我负全责。 老婆，刘医生，病人他醒了，什么？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妈，居然真的苏醒了，那你药不对，根本不可能。醒醒，冷女士，你有感觉不舒服的地方？我非但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。 而且我觉得，这是我住院以来第一次这么舒坦，哎呀，就好像我的癌症真的被治愈了。还真有用啊，儿子，你到底是什么药啊？妈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这是 C62型超级靶向药，是专门用来治愈癌症的，是所有癌细胞的克星。行了，妈，你呢先缓一缓，一会儿呢我去带你去办出院证明。好，妈听你的。胡闹！病人的病情还不明朗，怎么能随便出院？ C62型超级靶向药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提那个愚蠢的名字了？能够快速清除癌细胞的药物根本不存在。事实胜于雄辩，我妈的身体不会骗人吧？这证明不了什么。既然你对医学有所了解，我相信你应该知道，有一种特殊情况，回光返照。那这么说，我不老病可能会恶化呀。妈，别担心，我是主治医生，必须对病人的生命负责。 立刻对病人进行全面检查，我要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检查报告。不用愁啊，我自己就行了。做个全面的检查也好，能让大家都安心些。希望病人的身体还在可控范围之内，否则全部责任。等检查报告出来，你就会知道，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。 真不知道你这种愚蠢的自信从哪来，医学很严谨，可不是你一厢情愿，真能创造奇迹。15床有再来一个儿子，非说自己研发出了抗癌神药。 他在短时间之内彻底清除癌细。注射进了患者的体内，就是你这种胡闹，我让你们打儿戏。病人呢？病人现在什么情况？已经进行了全面检查，希望一切还来得及。主任，你现在的检查报告怎么出？检查结果怎么样？病人的各项生理指标稍微低吗？您先自己通报告吧。病人的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。 这怎么可能？不对，病人情况暴露了吗？我指标全部回归正常，一下降，是不是一切癌遇到绝育的迹象了？病人指标已经彻底消失了，简直是医学奇迹！你这没人，从腰以上抢回了一条人命。 拿出报告，我已经检查过很多次了，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C62型超级靶向药在进入人体之后，会迅速锁定已现位置的癌细胞，对其进行基因组编辑。根本不可能！这个高中生怎么可能研制出这种抗癌神药？主任，既然已经这样了。 还是带大家去见证一下这个医学奇迹，除非是我们亲眼所见。
很难让你相信吧？跟我来。喂，队长，您先别开会，赶紧来三个急病房，出大事了！大夫，你们怎么那么着急？崔楠的检查结果不太好吗？不，家属啊，您别误会，病人，老婆，现在啊，应该说不是病人了。我们的检查结果出来了。 由女士您下呀，已经成功交出了。应该这么说，我的妻子的病好了。对，钱钟婉君，顾正先生，您所提供的四六二型超级抗生素药呢，对我们的治疗啊，有着非常大的帮助，超出了我们的想象，简直就是抗癌神药啊！对，这件事情上路有定论，这个药如果真的有如此神奇的效果，那将足以颠覆成医学界。 我已经通知了林院长，林院长是大夏医学院的院士，分量重于泰山，只有他才有资格下定论。这事情什么？林院长，刘林院，我和林院长正在研讨一桩非常棘手的肿瘤手术，全被你给打断了。今天你要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跟你们。吴副院长，您先别着急，今天这件事可比一千台肿瘤手术都要重要。 这很有可能会彻底结束癌症的研究，并成为医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。是啊，我们都是来见证历史的。彻底结束癌症研究，你还真敢这样子，罔顾客观事实，毫不可取精神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顾城，还是你亲自来说。林院长，是这样的，我研制出了一款 C62型超级靶向药，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全面有效的生灭癌症，并使我们痊愈。 真是胡说八道！不同癌症涉及到不同的器官，牵扯到不同的生理指标，千变万化。因此，迄今为止，人类没有研究出手任何一种癌症想要研究出针对所有癌症的特征，绝对不可能。虽然不同癌症比较多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。健康的细胞发生癌变，原有的机制出现，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所有癌症都可以迎刃而解。看来。 这个癌症还是有几分了解的，不过医学研究不是你以为的那么简单的。小孩子胡闹也就算了，你身为肿瘤科的主任，也这么糊涂，居然相信这种无稽之言。我提议把他们两个人赶出医院。这件事我会报给医务处，你就等着挨处分。院长，咱们回去继续开会。 刘明月，您到底有完没完？二位院长，别着急，我一开始也以为顾晨在痴人说梦，世界上根本没有针对癌症的特效药，但是事实摆在眼前，我很难不相信。什么事实？所谓的 C62型超级靶向药，难道还真有什么临床效果？不仅有，而且还很成功。这死鸭子嘴硬，证据呢？拿来我看看。这个是我妈之前的检查报告。 胰腺癌晚期，各项肿瘤指标居高不下 ，CT 显示胰腺位置出现恶性肿瘤，且尺寸竟然达到了53号，非常典型的胰腺癌晚期。现有的医疗手段已经无能为力了，这一阶段的病人生存时间不会超过3年。这个是在注射 C62 超级靶向药之后，对伦理全身检查报告，所有数据回归正常状态，胰腺平滑如高回声区，这。 这完全就是一个正常人的检查报告，这就是你们要的证据。真的是同一个人的检查报告？我刚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，反应和二位一模以样，根本不相信。胰腺癌属于癌症之王，属于死亡率最高的癌症，癌和死亡同时，没有什么区别。这个效应足以震惊整个医学界。这种事情，我们已经没有资格处理了，所以只能请林院长您出山。 说句实话，伙计，不过分了。叹为观止，学习技啊！哎，你的这个 C62型超级靶向药到底是个什么原理？具体的生化反应非常复杂，三言两语讲不清楚的，但核心逻辑非常明确：强行入侵癌细胞，对其进行基因改写。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法。对，所以我非常有信心 ，C26 型超级靶向药不仅可以解决胰腺癌，更是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癌症。 这款抗癌神药，人类确实是可以结束对癌症的研究了，后生可畏啊！小伙子，能动天下了。
在尖端的科学领域，米国一直是领头羊。我们大夏一直在苦苦追赶，如果真的能研究出抗癌神药，我们大夏就能扬眉吐气，彻底改写现有的医学格局。我说，你们是不是高兴的太早？胡院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抗癌神药问世，人类彻底战胜癌症，大夏医学登峰造极。 这种事情，难道不值得高兴吗？要得先确认，这种所谓的抗癌神药跟牛翠兰的愈合不是巧合才行。你们还真的以为一个没有经受过专业医学教育的年轻人，能研发出癌症特效药？但是老吴，牛翠兰确实是个活生生的例子。吴副院长，一切癌晚期还能痊愈，难道这还不算证据吗？当然不够，牛翠兰的情况只是个例。吴副院长同意，几十年可中间过这样的个例，哪怕只是个例，也值得我们进行临床医学研究啊。老吴说的确实是有道理。刘主任，以你对医学领域的了解，应该也知道新药上市是什么。当然知道，任何药物进行上市之前，都必须进行四期临床试验。所谓四期临床实验，指的是要招募病人进行试药，测试药物的有效性与不良反应。 以及药物进入人体之后的整体吸收分布与新陈代谢。那你是否愿意开启C62型超级靶向药的临床试验？顾城，你说话，师傅敢答应吗？你是不是也知道，那所谓的C62型超级靶向药根本不靠，一旦进入正规的临床试验，就会漏洞？ C62型超级靶向药是米毒力研制的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我愿意。我当然愿意。我研制 C62型超级靶向药是为了救我妈，也是为了救无数的癌症患者。我愿意看到人类寿命的整体提升，更愿意看到文明的伟大进步。只是什么？来，让我听听。我看你也会说出什么崇高的医学抱负。够了，顾城，如果你有什么顾虑，尽管跟我说，只要是我能解决。 一定全力以赴。顾城，如果你真的想证明自己，就拿出真东西。刚刚救我妈的那点 C62型超级靶向药是我在家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萃取出来的，所以我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拿出足够的药物进行四期临床试验。哈哈哈！掐你这只，我没听错吧？一个小作坊，那你这和那些做假药的有什么区别？无理！闭嘴！好，暂时先。 就是，大藏医学院院士勋章。院士勋章代表大夏医学院的最高权威，持有此徽章者可以自由出入各大医疗机构，并且有权调动海量资源。所有医疗工作者必须听从安排。院长，你真的要为了他做到如此地步吗？院长，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我一个副院长都没资格触碰大夏医院院士勋章。 他一个盲目的没长齐的家伙，他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就凭他，让一个胰腺癌晚期患者恢复了记忆，就凭他，让我看到了彻底战胜癌症的希望。如果你也可以的话，这个你也可以用。小伙子，来，拿上。多谢林院长鼎力支持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尽快开启C62型超级靶向药四期临床试验。 请林院长放心，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在尖端医学领域，被米国压制的太久，如果你可以成功了，大夏必将扬眉吐气，成为全世界的。彻底攻克癌症是个不折不扣的医学历程，我们大夏的医疗工作者也能挺直腰杆的。好，那我这就动身去林医生这边。不行，小强，你不能去。小强，你不能去。王，你。 你说什么胡话呢？你小杨对，是我大夏中光，你为什么不愿意他去呢？刘女士，您是护理医师，不用担心，有任何要求都可以提出来。林院长的事，有请。这孩子要是真造出了抗癌神药，能不能保送本科呀？刘女士，不用担心，如果真的能攻克癌症，我们也是有助手。像顾春面的医学天才啊！
女人啊，不要给我，女人的律师，你为什么？好，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做一个保证。顾少，只要是你们四六二有效，我会尽我的全力去给你报答一下最好的一笔。顾女士，现在放心吧，您真是个大好人，我们家顾城能遇上您，真是他的福气。今天这次见面，不是与顾城有关系，是我们有福气。 你的三大情何必把朋友，真给笑！我们这一大帮人啊，都是顾城名额青史。刘主任，是要志愿者的招募，只要顾城那边一完事，立刻开始。队长放心，已经交给我们。太气的镇长，见证意识了是吧？疯了，真的疯了。院长，哎呀，来来来，您喝杯水消消气。 谁让您神通大的起来？简直不可理喻！哎呀，到底是出什么事儿了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，一个高中生独立研发了癌症特效药，你会相信？这不可能吧？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，肯定有问题吗？但是宁桥那个老东西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居然他就信了。林院长，居然能相信这种鬼话？他不仅信了，他还把他的验血勋章给了那个高中生。 让他随意调动资源进行研究，这太好了。不过，这对于您来说可是一个机会。啊！李院长他真是老糊涂，这院士勋章啊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他怎么能随便给一个高中生呢？这万一事情闹大了，他就算是地位再高，也兜不住。你的意思是？ 他们不是要进行临床试验吗？我到时候啊，就进行全程指挥。这若是实验失败了，这林院长不就给面子？这样一来，林院长就得引咎辞职，而我就顺理成章晋升为正开院长。哎呦，宝贝儿，还真是我的福气啊！院长，你升职了之后，可千万不要忘了人家。放心，不会怠慢。 宁桥有名誉，顾城，让你们几个吃不了兜着走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100支全新的 C62型超级靶向药已向医护人员发放完毕。100名是要志愿者，请就位。志愿者的同理情况怎么样？所有患者均为癌症晚期，涉及到肺癌、肝癌、胃癌、直肠癌等各种癌症确保测试数据的全面性。 另外，检验科全科全员待命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志愿者的生殖手术。现在万事俱备，执行任务吧。请院长下达命令。顾城，C62的研发已经是主力，这个临床试验的开启应该由你来下。不合适吧？不合适，太费时间了。如果没有你，就没有C62的诞生。顾城，既然院长这么安排了，就别推辞了。 不要辜负院长对你的信任。C62型超级靶向药四期临床试验开始。院长，这位呢，就是临沈电视台的记者。 专程前来报道 C62的临床试验。你好，这么关键的事情，你把记者请来，这不是影响实验的进程吗？这一次的临床试验代表着人类将会彻底战胜癌症，当然要现场直播。可是现在 C62的效果并没有得到论证，而且是否能够快速清除癌细胞，还没有人能知道。这么高的成果，一点幻觉都没有，万一实验失败了？ 对于我们医院的声誉是巨大的打击，甚至整个大夏医学界都会被沦为笑柄。你到底有没有把握？相信我。原来你们两个还知道害怕，完了！直播间热度不止，人数已经超过100，而且各大平台的热搜都能等级的临床试验。现在全世界都目睹了，不会看着这场闹剧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林院长。 你还是想想自己，与其对付他，不如好好想想。
接下来你该怎么应对孤天盖地？赵开会，林院长，我代表大夏国公有几个问题想问。什么？林院长，您作为肿瘤方面的专家，为什么会相信高中生能独立的研究出癌症特性呢？您不觉得这很荒唐吗？ 还有，院士勋章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您为什么会再见林一刚？您和这个高中生之间到底有个什么关系？他是您的……拒绝回答这是无耻的问题。您是不愿意回答，还是不敢？您和这个高中生之间是否存在着利益输送关系？您是否从这次的临床试验当中谋取了大量的非法收益？拒绝回答。您如此激动。 难道是被我说中了？这些事件的背后，该不会真的隐藏了不可告人的内幕？林院长，请您正面回答我。每个高中生他能研制出只要癌症的特效药，背后要是没有什么利益交换，谁信呢？一个堂堂的大夏院士，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去骗全球经费，真是太可耻了！可耻了！连院士勋章都借出去了，绝对有黑幕。爸爸。 原来没有特效药呀，我是不是会死？林院长，我来说吧。我不疼，是C62型超级靶向药的发言。顾城，你和林院长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？他为什么愿意把院士勋章给你呢？很简单，我是千里马，林院长是伯乐。 我有技术，林院长有资源，我们两个人通力合作，只为拯救在癌症魔掌下苦苦挣扎的癌症患者。全球每年新发癌症率超2000万，其中我大夏就是400万，也就是说，每年有400万的同胞在遭受癌症的折磨。林院长和顾城完全就是医者仁心啊！哼，谁都想攻克癌症，条件就设计成难题，咬下嘴巴一张就能圆满解决的。 医学界终于癌症的研究已经持续百年，至今仍未得到希望，而你只是一个高中生，怎么可能做？论对癌症的研究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懂。这个叫顾城的家伙真是太狂妄了，居然说没有人比他更懂癌症，真是笑话！傻逼，拿癌症来当噱头，真的是可耻。这个顾城。 到底在发什么疯？放弃高考，放弃大好前程，就为了去丢人现眼吗？小程，他不会有事吧？哎呀，你别瞎操心了。我可是对这孩子充满信心的，他比咱们想象的要优秀的多。可是，哎呀，可是什么呀？你忘了，你的胰腺癌是怎么好的？不认识你，你要对你说不怕，不客气。不需要你来提醒。 我也会对我说过的每一个字负责。既然今天是全球之，那我就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再重申一遍：没有人比我更懂癌症，大言不惭的东西。针对癌症的研究，米国走在最前列，即使是在美国，也没有人敢说出这种话。米国的领先，认为大夏人才辈出，以后必须可以超越，成为医学界更高的高峰。古城，你干的好事！国外医学界已经针对你刚才的言论表达了极大的反对，他们认为。 你这是对世界医学界极大的侮辱！请你立刻道歉，不批国外医学界的努力。不仅要道歉，还得跪下道歉，让国外医学界看到足够的微弱。对，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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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大夏男儿跪天跪地跪父母，就是不能跪洋人。对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，可以随便跪下。国外医学界，你发了联合声明，如果你不道歉。 那他们就制裁我们。从今往后，林省所有的医护人员，所有的医学生都再也无法获得前往国外深造的机会。你知道这是多大的损失？是在断送林城医学界的未来，背负千古骂名的。你在断送林城医学界的未来，你向背负千古骂名的，愚蠢。 简直是太愚蠢了！大夏怎么会有顾城这种蠢货？ 他一个人出手
居然还要连累整个林府医学界！我操！这他妈不是真不要脸吗？人吗？是我林府医学界被封杀。 你就是顾全的老师，你看看你招出来的什么东西！好好看看，一切责任我来承担。承担？你承担得起吗？就算是把你请走了，都不足以弥补林省医学界的损失。他们国外医学界不是要封杀我们林省吗？那就要封杀他们国外医学界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说封杀案子？你一个普通高材生！ 有这个红纱脸，所有有关C62型超级靶向药，以及癌症基因序列的所有研究，我绝不会和国外医学界进行任何交流。来来回回，总是要这个词。你那所谓的结论，狗屁不是！临床试验结束，100名患者报告出来了。100名志愿者报告已经出来了。顾城，结果就摆在这。 我倒要看看，再缺一样的修主任，你还能不能继续装下去？那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给我看看，检查报告自然会粉碎一切可笑的质疑。第六期超级靶向药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从今天起，全世界都会记住 C62 这个。志愿者1号，肝癌晚期。 已经扩散至全身，预计存活时长不会超过30天。在C6注射之后，癌细胞已经全部消失，恢复健康。啊，这不可能！真的巧合，这肯定是巧合。志愿者2号，直肠癌晚期，肿瘤压迫肠道，病导致多种并发症。在C6注射之后，恢复健康。 10号患者健康，30号患者健康，100号，所有志愿者全都没治。这怎么可能？癌症可是绝症啊！不仅全部治愈，而且100名志愿者没有出现任何病变。你要怀孕？没有吗？ 什么叫不良反应啊？活体同时不良反应标准是10%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它不能控制在10%以内，就是。但是 C62居然做到了零复合。C62这样零复合是医学史上开天辟地的头一个。这意味着C62完美的治愈了人体和癌细胞之间的，是一款没有任何剧烈的抗体临床试验。这样的药物简直就是医术。 是癌症，对，全天下的癌症患者都不用再遭受癌症之苦了。为什么居然成功了？林省出现了医学里最伟大的人，奇迹！我操，顾城不是大象的耻辱，是大象的骄傲。你的皮包有救了啊！顾城是我全家的大恩人。 全天下的癌症患者都不用再遭受癌症之苦了。顾不是人，您这是教出来一个无可逆的好学生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家人的出息了，老李，喂，老李。 是我们家孩子，你没看错。大姐，其实我明明做什么，都是孩子他自己争气。你放心，我知道顾城有多重要。
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也一定将他招入内定大军。云层，云层，最快速度！副长，今天过后，全世界都会记住。斯德哥尔摩，你拥有诺贝尔为荣，而我们大夏国正因为拥有顾城而引以为傲。顾城，想不到你真的做到了，向你道歉。 这也得好好的感谢一下吴副院长。如果不是吴副院长请来了记者，顾城也不这么快就被灭下。的确，请来了你，这时候我们副院长心算账了。时候，心算账了。 有关吴总理的处置方案，等你。啊，顾城，不，顾老弟，哈哈哈哈哈！我想，之前误会，误会吧，就是误会了。您估计小不过，你和我一般见识。哦，明白了，那您这还是真误会自己大哥。您叫记者来是误会，开全程直播是误会。 被国外的医学界摇旗呐喊，逼着我下跪，也是误会。是的，老弟，好了，你不要再说废话。别人长，投资这么大概率，有他没我有我没他。明白了，吴副院长，你被开除了，明白？我会以大夏医学院的院士的身份与你商量。从今以后，不允许你参加任何的医学会议，也不允许你进入任何的医学机构。林乔。 顾城，你们别太过分了啊！我行医多年，在圈内也是有人脉的。我要联合业界同仁，告你们肆意妄为。看来你还是没有认清事实。那你觉得医学界的其他专家是会站在顾城这边，还是你？这来说，只要脑子没问题，都会认。 只要脑子没问题，都会认。您是帝京大学招生办的王主任？不是，我代表帝京大学医学院所有的教授，这是对无理的重大力。顾城，这就是我们帝京大学的诚意。我郑重的希望你能加入帝京大学。大哥，不就是封杀朱立伦的败类吗？我们华清大学跟了。顾城，华清大学大门对你敞开。 和华清大学来凑什么热闹？像顾城这样的天才，我们华清大学也要天地立争。还是叫海城大学一个吧，海城大学支持封杀无敌。顾城，海城大学欢迎你。天哪，帝京大学、华清大学、海城大学，这可是大夏最顶尖的医学院校啊！现在为了争抢顾城，都要打破脑袋了。顾城一个人顶得上整个大夏的优质生。 这样的学生谁不想要？林院长，您说什么呢？哎，可不是来招生的。能研发出 C6 2这种抗癌神药，谁还有资格教导顾城呢？我们希望顾城做教授。什么？可是顾城他才18岁啊！有志不在年高，像顾城这样的人才，值得破格录取。 怎么样，顾城，考虑考虑，我们华清大学，我们愿意每年拨1亿的研究经费。我们海城大学愿意出5亿。帝京大学直接以你为中心，组建一个全新的学院。你来当院长。顾城，你才18岁，应该还没有谈过恋爱吧？我们海城大学呀，可是出了名的美女多，资料都在我这儿，看上哪个，我亲自给你当僚机。这你都能做出来？ 无耻！怎么，这是我们学校的优势，要不然你把你们第一大学的校花也搬出来呀？看不起啊！Don't say so much 啊，各位，不要再争，好吗？你们大夏呀，是二流学校，像顾城这种顶尖的天才，只有米国的高级院校才能配得上。你说是吧？你是10年前林省的高考状元徐成。不要叫我徐成好吗？
我呢，现在有一个非常高贵的英文名字，你们可以叫我 Steven Hunt， 部长，你要知道，科学 made in future，future made in hard。 我呢，现在正式代表世界第一的哈佛医学院。下次了解。哈佛，哈佛，别坐下。我们哈佛医学院呢，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设备，也拥有着全世界素质最高的科研人员，在那里才是。 我看过你的资料，你是邻省人，农村的，家境贫寒，受到国家资助，外出留学深造。你受了大夏的恩惠，学有所成后不回报大夏，反而留在你国效力。你这个是羞耻！你不要拿这些屁话来压我。你要知道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。大夏战后，我难道是要在这破败国里死？ 那我们能不能先回吗？只为一下大夏。顾长，你怎么这么迂腐？我们这一类搞学术研发的人，真正在追求的是，不就是学术的突破、科学？不行，科学是没有国界，但是科学家祖祖国。说得好，现在是个大夏的学校，应该有进步。像我这么精致丽质，根本不明白这场现实。 顾城，你要知道，现在的你是在拿自己的前途事业开玩笑。你知不知道，米国在尖端医学方面领先了大夏整整10年？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干的吗？米国的领先只是暂时的。我改变这种时代，我颠覆这种格局。我改变这种时代，我颠覆这种格局。 就你们啊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你们不要以为在癌症方面你们取得了一些小小的建树，就觉得自己一定能成功。要知道，你们对米国的尖端医学根本一无所知，是你对我一无所知。 我来的50年后，我不仅了解癌细胞，我更了解未来50年的医学发展走向。我会让那些技术提前出现，我会让人类医学进入前所未有的大繁荣时代。懂了？李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哈佛刚刚在阿尔兹海默症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这件事你知道吗？阿尔兹海默症，这是比癌症更加棘手的病症了。哈佛里面居然有了新的进展。 毕竟是世界第一的医学院，的确在时代前方。不就是利用乙酰胆碱酯酶粒制剂对脑部代谢进行辅助？你怎么可能知道？这种路子是行不通的，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对脑部活力的透支。我过段时间会写篇论文来论证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哈佛还在渐冻症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通过注射大量的利鲁唑。 来刺激激活运动皮质上神经元，这种做法治标。哈佛的这些研究都只是在原有的医学框架下进行简单的填充，新一轮的医学革命必将会在大夏开启。只是你这种数典忘祖的家伙，没资格参与。顾城，我们帝京大学愿意倾尽所有的力量，支持你开辟。 医学革命，我们华清大学拥有非常丰富的医学研究体系，我希望你还是能够考虑考虑。虚伪优势还是最重要，海城是大夏的金融中心，最适合开启医学革命，因为我们资金雄厚。大夏人，有钱，有钱。好了，不要争了，上面已经有决议了。什么意思？大夏医学院全体院士。 集体决议，顾城国事无双，独立研发抗癌药，壮大下属威。为充分发挥顾城才智，将以顾城为核心，抽调精英研究员，组建大夏尖端医学研究所。抽调精英，独立建设，这是真正的国事待遇。咱们争抢，老婆。
那是小孩子给我加的呀！确实啊，或许只有这样，才能发挥我们顾城的精尖才华。顾城，整个大森林，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可以挑选，就算是我，也是可以挑选的。林院长，麻烦您帮我挑选一批基因研究方面的人才。你下一步的计划是基因法研究。C 二型挑起靶向药的原理，其实就是改写癌细胞的基因。这个。 我要用10年时间摸透人类基因链条，再用10年时间彻底打破人类基因，白头铸剑20年，我要让大夏人人如老虎。